说最近娱乐圈最流行什么发型，不得不提这款侧耳发宋茜的短发也是如此。是什么让她如此爱侧耳发呢？长发的唐嫣也是如此，弄了侧耳发的她更加妩媚动人，即使有刘海也可以绕过刘海进行侧耳发，照例在耳前留出一缕发进行侧边发，淑女之余还能修饰脸型呢。这样的侧边发发型不仅实力显脸，小还拉长了颈部曲线，剪了短发的宋茜比她以前的颜值还要高。像这样不对称的侧耳造型，既可以把精致的侧脸露出来，又露出一个让人羡慕的修长脖子，形象大改。杨幂是最喜欢侧耳发型的，不是瓜子脸又有大脑门的她，也就这样的侧分能够拯救了。最好看的直发不是普通中分，而是这种将一边耳朵露出来的发型。赵丽颖将直发从耳朵至下颌一直延伸，在视觉上脖子看起来更加修长，服装气质满分。不老女神高圆圆的侧耳发型，只看侧脸就知道这款发型心机有多重，完全就是侧颜杀。江疏影的侧耳发型时尚优雅，不失女人味，带点小卷，搭配麻花辫更耀眼有特色。杨紫也来凑个热闹，一个侧耳造型短发也能增加了女人味，平时霸气十足不失女王范的范冰冰，弄这么一个侧耳露的发型更是美的没话说，简直是另一种气质的淑女形象了。中分可以显脸小，侧耳发也是实力瘦脸，而且瘦得更自然，脸大是没错的，不会瘦脸的发型才有错。你知道怎么 get 明星的侧耳发了吗？版权归原创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